时光交替，四季流转，四季大行，一年将近。大家好，今日是咱一年当个最后一个最开大行。我国古道将大行分为三号，一号归时入，意思是咱大行最开，该提前感知到春天的阳气，开始布归镜。二号增少利积，应顺蓬松的空档来接，以补充能量。第一个念香，三号水积白姜，意思是呢水福当个病，直接会冻到冷冻，搞日食。到大行照生个行内天师，我国南方包括南潮汕地区，为了防寒保暖，就食竹米个食素。竹米个热量非常高，有非常好个御寒功效，而且竹米暖胃养胃，补中益气，上适合寒天师冬天食个。有从南方农村有大行在后包竹米粘的习俗。另外，冬天时脚步的保暖也相当重要。所谓的行从脚起，内从腿来。冬天时按五之中用烧水来浸脚，有病症血管扩张，血液加快，慢改疲劳，改善睡眠的质量。冬去春来。大行这个季又开始新的一轮轮回，让人做着这条内心的力量，一起迎接春暖花开。好，心情舒畅，下次再见。